大早睡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在旁边。我连她是谁我都不知道。那钱呢？在我这就给搞丢了。多少钱？30万。这点事儿你就搞定了？快，别动，干嘛？昨天你们海大了，把美人带走了。好像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把你的朋友带走，要不然你妞再见了。说了我们来找东西，不是来偷东西的。想卖水果的报警，说你们的宠物偷吃人家苹果。什么？